为了表示对每一位妈妈的敬意，民进党南投县长候选人李文忠，佮二十多位竞选团队的成员，今日早起特别前往南投菜市啊，沿途发送康乃馨，传送因的祝福。天下间辛苦的妈妈，母亲节快乐哈！母亲节快乐，幸福平安。就是在母亲节的前夕哈，来祝福南投县的妈妈们啊，祝福他们也啊，对他们的一年到头的辛苦表示感恩。李文忠表示，伊爸爸真早就过身，拢是靠着妈妈辛苦才养伊大汉。因最近的细感受母爱伟大，家己透过发送康乃馨的方式，嘛来感谢伊妈妈。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困，我爸爸很早就死了哈，我是靠我妈妈替人家洗衣服来抚养我哈。从念国小、国中，那是所以，我很感恩我的妈妈，她是一个不识字的一个富人家哈。可是他用他的双手，那洗衣服来抚养他的小孩子哈。我想我很感恩我的妈妈，就同所有的人都会感恩他的妈妈一样。当选者哈，非常自豪哈，直接哈，代表大家。真侪葫芦朋友收到康乃馨是笑甲真欢喜，对于安尼送花活动感觉真大心，提早感受过母亲节的气氛，记者吴明信采访报道。